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呢，我这边手上呢有七张的方块 K， 这是第一张的方块 K，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。我们把第一张方块 K 呢放在桌子上 ，OK， 这是第二张的方块 K，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，OK， 这是第三张的方块 K， 我们把方块 K 放过来，这是第四张的方块 K， 那这是第五张的方块 K， 这是第六张的方块 K， 那这是第七张的方块 K。哎，这时候镜头中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它是白的、啊，怎么你会说是方块 K 呢？其实魔术师利用特殊的能力将它透明化了，没看清楚吗？我们再看一次哦，把它盖上两张 K， 魔术师稍微的弹个手指头，它就变成白牌、白牌、白牌。哎，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再看一次哦，魔术师稍微的弹个手指头，摇一摇，咻。就瞬间变成白牌、白牌、白牌。好，最后一次，请大家看清楚，盖上去，盖上去。魔术师按一下上面的开关，叮咚，弹个手指头，它又变成白牌、白牌、白牌。谢谢大家。